好，我们现在复习连续性与间断点，就是continuity。And discontinuous points。那首先什么是连续性？我们说一个函数在一点处连续，它的定义是 x 趋近 x 零的时候，f(x)，它函数在 x 趋近 x 零的时候，那么它的limit 要等于它的函数值，在这一点的函数值。那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说 f(x) 是 continuous，在这一点是 continuous 的。在这一点是 continuous 的。那么如果说函数在某个区域间上每一点都 continuous，那我们说它在这个区间上是 continuous 的。那我们说 f(x) 是 continuous on D。这是它的定义，连续性的定义。那必须是它的极限值要等于函数值。那么它其实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，隐含了三个方面的条件。第一个，f(x) 零一定是有定义的，在这一点它一定是有定义的。那我们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一个定理，它的做极限和右极限都存在。第三个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，也而且是等于在这一点的函数值。包含了这三个条件，因为我们以前知道，函数在一点处的极限存在，就是它的左右极限存在并且相等。那么我们连续性呢，就是左右极限存在，而且相等，而且要等于函数在这一点的函数值。所以这是三个条件。那么这三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，就是 discontinuous point。它就是间断点，我们叫做间断点。那么，间断点的类型有哪几种呢？根据这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，我们给出几种类型。第一种是我们 f(x) 零，它没有定义，或者是它这个。不，这个存在，但不相等，但不等于这一点的函数值。x 零。这一点的极限存在，但是我们。但是这不等于这一点的函数值，这个我们叫做 removable。叫做 removable discontinuous
discontinuous point。那这种我们叫做 removable， 那么我们只需要 redefine fx0 等于 limit x 趋近 x0 fx， 那么这个时候函数就是 continuous 的。那我们需要把这一点重新定义，就是我们重新把这一点的函数值定义成它的极限值。那么不管这个函数在这点是不是有定义，那我们重新给它定义就是了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极限存在，第一点是就是极限存在，但是不等于函数值，或者是函数值根本就不存在，没有定义，只要极限存在，那就是 removable。第二个就是极限不存在，那么极限不存在有好几种情况，第一种是左极限不等于右极限，但是这两个都存在，这里左右极限都存在但是不相等，这个我们叫做 step discontinuous。 step 或者是叫做 jump， 跳跃间断点或者阶梯间断点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使它连续啊，因为它中间有个 gap， 中间差距。左右极限都存在但是不相等。第三个就是左右极限有一个是无穷大。都是无穷大，有一个为无穷大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infinite discontinuous。 叫无穷间断点。第四种情形就是两个都不存在，也都不是无穷大，都不存在，应该说 both。 两个都不存在，也不是无穷大，那这个我们叫做震荡间断点。这种是震荡间断点。
那我们经常要问的就是，对于这一部分，我们经常要问的是，它什么时候连续，它什么时候间断，那么是又是什么样的间断点的类型？那我们来看一个，几个例题。第一种例题是判断间断点的类型，并且如果是这种 removable 的，那么 redefine。discontinuous points and determine point 我们来判断断点的类型，先找出它的间断点，然后判断它的类型。第一种，我看第一个题，f(x) 等于 x 平方减一除以 x 立方减上 3x 加上2。我们看第二个题，找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，f(x) 它是等于 x 平方减4的绝对值乘上 x，再除以 x 加2。对，continuous 我们主要是这类。第一种类型的题，通常是这种。我们看第一个题，首先 f(x) 它有它它在它有一些没有定义的点。我们先不说，先给它那个啥，先给它做个用 factoring，就是 x 减二，x 减一。我们说 f(x) 它有两个没有定义的点。它有两个没有定义的点，x 等于一和二。那么既然没有两个定义的点，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两个的极限值。我们看 x 趋近于一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好算，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去算它的，我们不用算它的左右极限，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 x 减一的因子。factor。那这里我们把 x 减一把它约掉，那么就变成了 x 趋近一，变成 x 加一除以 x 减二，那 x 加一是二，x 减二是负一，所以是负二。它的极限存在，极限存在，那么。它又没有定义，所以我们说 x 等于一是removable discontinuous。既然是 discontinuous point，那我们可以 redefine。本来 f1 是没有定义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给它定义，加了一个定义，这个要等于它的极限值，那么 f(x) 然后它就 continuous 了，
啊，你重新，这个是重新定义啊，跟我们原本的 f 稍微有点点区别的。好，那也就是说 x 等于一是它的一个可去的间断点，是一个 removable 的。那我们给它重新定义，我们给它重新定义，定义成它在这一点的函数值等于负二，等于它的极限值，那它在这一点就是连续了。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啊，另外一个x 趋近于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看二的左边和右边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因子可以约掉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开。那这 x 减一 ，x 加一，好 ，x 减二 ，x 减一 ，x 趋近二的左边 ，x 趋近二的左边。那我们看一下 ，x 减二就趋近0了 ，x 减一就趋近于一。但是这个趋近0的 x 减二是趋近0的左边，也就是说它是小于0的。那么 x 减一趋近于一，上面是 x 加一趋近三，分子趋近于一个正数，分子趋近于三，分母趋近0的左零的左边，所以这个等于负的无穷大。那我们有一个为无穷大了，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函数在这一点它的 discontinuous type， 它就是一个叫做无穷间断点，就是 infinite 的 discontinuous point。 那这个时候，这个是趋近0的右边，所以这个是正的无穷大啊，上面还是趋近三，这个还是趋近一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 x 等于二，是 infinite discontinuous point。只要有一个为正的无穷大或者负的无穷大，它就是 discontinuous point。 那我们看第二问， fx 它是等于 x 平方减4再乘上 x 再除以 x 加上2，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这有绝对值。那么绝对值里面啊，绝对值里面我们是可以分解的。那绝对值里面是 x 减2和 x 加2，但是我们加了绝对值乘上 x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能够确定它是间断点的，只能是 x 等于负2。啊，也就是说 ，f(x)is discontinuous， x 等于负二的时候是 discontinuous。 那我们来看看 x 等于负二的时候，我们看它左边和右边，因为是绝对值，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应该是正的。但是我们看 x 趋近负二的左边的时候，负二的左边，也就是说 x 趋近负二的左边的时候， x 减二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， x 减二是小于0的，所以出来应该是二减 x。x 加2，那我们本身是 x 小于2， x 加2就小于0了，
x 加上小于零，我们就要加上一个负号，所以是负的 x 加二，这样的话都是正的了嘛，再乘上一个 x， 然后 x 加二。那么我们约掉这个以后，我们这儿还有负一，啊，这有个负一，那么负一，当 x 趋近负二的时候，那么这是负，这是负一乘上负二是二。好，二，那么二减 x 是四，因为 x 趋近负二嘛，所以四，所以二四得八，这是它的左极限是等于八。那我们看一下右极限。右极限 x 减二，好 ，x 加二乘上 x， 这是 x 加二。那么是右极限的话 ，x 减二是小于零，所以换过来，换前面换个负号，就是二减 x。x 加二，因为 x 是大于负二，所以 x 加二是大于零的，所以是我们是 x 加二就直接写了，然后再乘上 x， 这是 x 加二。那我们把这两个约掉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令 x 等于负二，我们带进去就是负二乘上四，所以是负八。但是我们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它的左极限趋近负二的左边不等于 x 趋近负二的右边，所以这个是jump discontinuous point。是 x 等于负二的是吧？是，jump discontinuous point。这是我们判断这个间断点的类型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一些连续性，我们利用连续性去求，去得出一些求解一些问题。我们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当然说我们要去确定函数在哪一点是不是连续，我们也会是这样的，也会是我们这个连续性的这个题目里面的一种类型。那我们常见的是一些分段函数，那例如说我们 find the value of a， 我们看一下在一阶分段函数 such that the function fx 它是等于，这是 x 平方减一，当 x 小于三的时候 2ax， 这是 x 大于等于三的时候它是 continuous everywhere， 那我们知道x 平方减一和 2ix 它都是这个 polynomial， 那么我们知道 polynomial 在它的定义域内polynomial 实际上就是说在整个实数轴上都是连续的，那么我们两个都是 polynomial， 那么唯一不能够不确定的就是在分段点这里，就是 x3 的左边和就是 x 等于3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要确定的是它的分段点。那我们我们根据连续性的定义，我们就要算它的左右极限， x 趋近3的左边 fx，x 趋近3的左边是 x 平方减一，那么把3带进去，这是等于8，但是 x 在3的右边，
是 2ax， 这就等于 6a。 而 f 等于号是在后面这一块，所以我们 f3 它是等于 6a。 所以我们要确定要使得它连续，我们只有左边的极限等于右边的极限。那么我们得到的是8等于 6a， 也就是说 a 等于三分之四。 a 等于三分之四就它就是 continuous 的，所以就是说当 a 等于三分之四的时候， fx is continuous everywhere。这是一种题啊，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一个常数，有些时候它会出两个常数。那看这样的题 ，find the value of a and b。Such that 这个函数，这个函数 f(x) 是 x 平方减四和 x 减二，这是 x 小于二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的表达式。ax 平方减 bx 加三，这是 x 在二到三之间是这样的表达式。和 2ax 减 a 加上 b， 这是 x 大于3的时候是这个表达式。那我们要使这个函数是 continuous， 那么要使这个函数啊每在所有的地方都连续，那我们就要算它的各个地方的 limit。 那我们看第一个第一部分，当 x 小于2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 x 减2，但是 x 是小于2，它不等于2，所以第一部分它在 x 小于2的时候应该是每个地方都连续的，因为它的定义域就是 x 不等于2嘛。那么第二个 x 在2到 3 之间，它函数是一个 polynomial， 是一个多项式，多项式是每个地方都连续的，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它本身是连续的。第三个也是 polynomial， 那么唯一有不连续的点，对吧，唯有只有分段点，那我们就做法就是在分段点里面去求极限，让每个分段点的左右 limit 都相等啊，因为这是连续的，所以这等于号这部分它肯定是连续的，它的极限值肯定等于函数值，就是像中间这里，在二的右边的limit 要肯定等于函数值，在三的左边也是一样的，因为等于号在这边，而且它本身是连续的。那我们只需要求分段点的左右的 limit。 那我们先看 x 趋近2，在2的左边它是等于什么呢？ x 平方减4和 x 减2。那我们把 x 平方减4就是 x 减2和 x 加2，然后除以 x 减2，那我们 x 减2可以约掉，约掉了以后只剩 x 加2，然后令 x 趋近2的左边，所以这个等于4。那么在
x 在二的右边，在二的右边我们就要看 x 大于二的部分啊，你不要再写 x 平方减缩除以 x 加二，因为在二的右边是要以中间的这个边，中间这一部分来算，那就是 ax 平方减上 bx 加上三，然后把二带进去，就是 4a 减 2b 加上三。那我们得到第一个式子，这有两个未知常数，所以我们首先得到 4a 减 2b 加三要等于四，这得到了一个方程，但是有两个未知常数，我们就要把另外两部分另外一个分段点左右的 limit 都要算出来。那么我们看在3的左边是 ax 平方减 bx 加上3，那么就是 9a 减 3b 加上3。我们再看在3的右边，三在右边是它的函数表达式是2x 减 a 加 b， 然后把三带进去就是六减 a 加上 b， 那我们得到第二个方程就是9a 减 3b 加三要等于六减 a 加上 b， 在二和三都应该是连续的，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方程 4a 减 2b 加上三等于四。我们把第二个方程我们给它移到一边去啊，这是六，那么就是 10a 减 4b 等于六。10a 减 4b， 啊，我们把这个是 4a 减 2b 等于一，我们把这个三移到右边去。那我们用消元法嘛，我们把第一个方程乘上二。就是 8a 减 4b 等于2，这是 10a 减 4b 等于6，我们第二个方程减第一个方程就得到 2a 等于4，所以得到 a 等于2，然后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去， 4a 减4等于1，啊不，8a 减 2b 等于1，a 等于二，八 a 减，我们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去，就变成八，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去是八减二 b 等于一，所以二 b 等于七，所以 b 等于二分之七。所以我们得到 a 等于 2，b 等于二分之七，然后f(x) continues everywhere。这是我们利用这个连续性去求函数里面所含的未知的常数，这是这种做法。那么我们 continuous 和 discontinuous point 我们的主要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。